你们一共被共享充电宝坑了多少钱？他妈的，谁还在当街店的大院主？啥型号都有，是真香啊！还能拆来当数据线，2万毫安电量充电嘎嘎快。这充电宝功能齐全，充电还快，真的假的？买了29.9到手一个。这是一个叫做天津拜拜的粉丝艾老特的，说他每次出门都要接共享充电宝，要么就是充的慢，要么就是贵，还有就是找不到还的地方。想要试用测一个好用的充电宝，点关注，测什么你说了算，我们打开看看。这就是充电宝了，我买的是粉色的，它还有个白色，它的容量是2万毫安，飞机、动车啊都可以带的，背面有4个插头，分别是苹果 Type C A 口，还有 USB。侧面这里有个开关，还有个 Type C 的插口，另外一侧是个 USB 的插口。假如当你出门忘记带充电线的时候啊，还可以直接把这个线给拔下来。这个设计还是真的挺实用的。它的输出功率啊是10瓦，产地是深圳，执行标准也在这个上面。它真的能一次充4个手机吗？我去准备一下，你们小心嘴巴，咱们直接开车。准备了3个手机，1根电棒，咱们来试一下，它是不是真的能4个一起充？咱们挨个插，第一个没问题，第二个没问题。第三个也没问题，第四个也没问题，这充电宝确实厉害。咱们再来看它的充电速度，现在手机的电量是93%，咱们计个时啊，看它多久能够充满。大概就过去了5-6分钟，手机已经充满了，充电宝还是4个电啊，这个充电宝确实不错，值得推荐。